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，今天是8月29，也是我们敬拜主的主日。在约伯记5:80这样说，犯罪我要求救上帝，将我的事交代上帝。三个来祈祷。愿所主神勇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全心瓦靠的上帝，是阮的快乐甲帮赞。那是我要仰望耶和华，也要听候救我的上帝。我的上帝要听我。主啊，我的心思，我的意念，我的烦恼忧愁，你拢知。主啊，在我的困难中间，我的憔悴帮战。主啊，当我认捌家己的无能为力，当我知影家己是有限的人的时，我才知影爱回转来仰望你，才知只有主神伫你，才通得到真正的帮战甲快乐。因为你就要应允来拯救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咱专心来挖苦咱的主，时刻主神仰望咱的主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